中文就是捉迷藏的意思。然后他主要是在讲说，就是一个男生，然后他失恋，然后在寻找，就是在怀念另外一个女生的故事。喂，他们好像都讲完。好，那反正这首歌就是《Kaklembo》，然后我一听到就爱上了，对，然后我也就希望你们也能喜欢，然后。讲一下心情好了，就是我去年也有开一个日文歌的弹唱，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一年来我应该有进步蛮多的，就是我觉得啦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唱歌这件事是很神奇的，因为我原本也不太会唱歌，然后就是还有在吉他社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表演这样。好，那这首歌《Kaklembo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好，那我介绍一下乐手好了，吉他手哲远，然后我是俊宇，然后我是日文系，然后心理系的维林，然后自信的夹手，最自信的夹手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要开始我们表演。Thank you.
true。